母亲，特别是这个照顾儿女，
从出生到三岁啊，这个阶段全心全力啊，不做父母的人不知道啊，啊，做父母的人呢，才真正体会到啊，做父母，你怎么样去照顾小孩？你要想到，你在出生的时候，你的母亲就是那样照顾你的啊。所以中国谚语有所谓：“养子方知父母恩。”呐，你不生儿育女，你想不到父母啊那个恩德了啊！你自己养儿育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父母对儿女的恩啊！所以，多少这个子女到自己养儿育女的时候，自己的父母年岁都老。几乎有一半呢，都已经不在了。啊，这个时候，后悔很就晚了。啊，如果没有好的老师，啊，常常来热心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会知道一个家族、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代代相传靠什么？靠教育。